的还有路易小王子哦。最近英国查尔斯王子刚过70岁大寿，不是po出了家庭照吗？您可以看到6个月大的路易小王子伸出胖胖的小手，抓住爷爷的脸，模样非常可爱。您知道，光是这张照片一登出，已经累积了120万按赞数。三代同堂，喜气洋洋。英国查尔斯王子前阵子过70大寿，英国王室又公布了最新家庭照。照片中可以看到查尔斯和太太卡米拉坐在椅子上，后方站着哈利和威廉王子夫妇。照片中年纪最小的路易王子在妈妈怀中伸出皱皱的小手，抓爷爷查尔斯的脸，但是爷爷一点都没生气，还露出大大的笑容。所有大人都被这一幕吸引，整张家庭照洋溢着幸福的氛围。而英国每日邮报还挖出陈年旧照，发现婴儿时期的凯特王妃跟路易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都有深色的头发，一模一样眼睛，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。而哈利王子最近被网友票选为最受欢迎的英国王室成员，虽然小时候是个叛逆小子，但哈利现在已经是个成熟稳重又热心公益的暖男，形象大翻转，替他吸引不少粉丝。记者普怡杰编译。